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44首《略拟抄》，孟郊注。人呢处念教，我当先提老还阳会送书，政府归顺府，下乡一日出，破烂事不弃，七贤高进水。1.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